ACT 全港第一隻抗通脹兼派息的強積金成分基金已經推出超過一年了。今集退休值滿分，請來 BCT 銀聯集團投資總監陳家雄 Raymond 同大家講下係咪真係做到抗通脹之餘兼賺 2% 回報，仲有額外息派。